Hello， 大家好。咁啊，大家都望到啦。M2competition， 暂时嚟讲，二系嚟讲应该系最高嘅 model 嚟嘅。咁啊，其实喺我面前 ，Akrapovic 其实就一定有出俾呢款车嘅。不过有好多朋友就想我哋介绍一下，一套喉嘅。因為就裝就裝咗好多條噶啦，不過就第一次同大家介紹嚇，咁啊可以過嚟望一望嘅。咁啊，好多朋友就話：哇！咁價值咁高嘅死氣喉，值唔值得咧？咁樣咁咧，我而家呢一條就係中古嚟嘅嚇，咁值唔值得嗰個重量都係一個好關鍵嘅，其實嗱。條中古就係咁樣攞起嘅啫，而家啊，咁啊輕坑坑，咁大家都可想而知佢重量真係輕得好交關啊！咁啊，我擺翻低先。好啦，咁啊過嚟依一邊啊，咁啊睇一睇，本身一定噶啦，標準裝備，钛合金。死喉嘴加碳纤系啦，咁另外佢就会有埋用翻原装个电子蛙佬装置啦，等可以个活门开闩个声音有唔同，同埋个马力啊各样都会有分别嘅，系啦。咁如果再朋友再想话啊，我想要 remote 啊去控制嘅话咧 ，Akrapovic 有个 option kit 嘅，系啦。呢套是 option kit， 咁就是 Akrapovic 的 remote， 系啦，俾大家看一看。OK， 咁咧就稍后时间我哋装咗之后咧都会拍拍片嘅。之前我都曾经有个 test drive 的片段，咁我会到时会摆翻上 Facebook， 大家再 review 一次嘅。多谢晒。